尊敬尊的敬的诸位同这位同修，修，诸位护最后法，方，大大家家早上早吉上吉祥，祥，阿弥陀阿弥陀佛。佛。今天再次的。也借这个共修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也互相鼓励。所以感谢大家啊，给我这个因缘跟大家结个法缘。啊，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能够开智慧，对于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能够了解，所以今天呢，也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聚会，啊，互相念佛。但是呢，我们师父上人呢，讲经当中常讲，特别对于我们念佛的人。真想要了生死往生净土的人，我们一定要重在实质，不要重在形式。如果我们只是在表面上功夫，那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起不了大作用。因为你只有跟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修点福报，啊，消灾延寿，这样而已啊，它真的起不了大作用。因为你那个心，啊，没办法脱离。那为什么我们要重在实质呢？实质的意思就是讲。你真修了，你真念，而且你真的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而且精进勇猛，那这句名号啊，就会起了一个大作用。而大作用的第一个好处呢，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你是不会被境界而所转的。你是不会的，不会被这个境界而所迷惑了。不论是顺缘、逆境、善缘、恶缘，好或者坏，喜怒哀乐，种种的境界，你不会被而所迷惑了，因为你心天天都在转这个境界。所以，真修行的人，六根接触六尘，所现出来都是智慧的。那不会修行的人呢、啊？六根接触六尘，所显出来的就是你的习气、你的烦恼。所以你要真修，你要真念，这一句名号才能够起作用。啊，这个是对我们内行的人来讲的。所以有修行的人走到哪里都非常的法喜，非常的自在，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他不会被这个境界而所干扰的。这个就是真念佛。哦，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真念佛呢？那我不知道了。说实在的哈，师父也是凡夫啊，跟你们都是一样的，每一天习气一大堆啊，该发脾气的会发脾气，该不喜欢的会不喜欢，有时候甚至于会嫉妒，会吃醋，这个就是我们的烦恼啊。那我们今天念佛呢，一定要把这个克服，那不然的话，有一天临终或者寿命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要来修行，要来用功，说实在来不及了啦。再加上又没有好的老师，又没有好的同参道友，那怎么办呢？所以世间啊，佛常常告诉我们，众生很可怜啊，遇到了法门还不认真修，遇到这么好的因缘也不好好念，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念？要下定决心活在当下，无论走到哪里，一句名号，无论你在工作，在做什么样的事业，无论你在哪里，在一切处一切时，一句阿弥陀佛，又抓抓紧紧都在放在你的心。你这样的能够修行，那就不得了了。所以，真修行、真念佛，不是靠我们这一句话，靠我们的嘴巴而所说的。靠什么呢？靠你的行动，你的造作。所以有修跟没有修是能够看得出来，而且区别很大。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天天很法喜，天天很快乐。你看那个海贤老和尚天天非常的欢喜，天天很快乐，日日欢喜，日日美满，日日的快乐。为什么？因为心中都是阿弥陀佛嘛，对不对？心中有阿弥陀佛，哪来会有怀恨的呢？心中有阿弥陀佛，哪来会跟人家计较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毛病啊！今天师父是讲实在的，师父也有这种的毛病啊。但是我知道，我要改善。一切境界里面，都是帮助我们学习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你的我执啊！因为这个我执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这个我，你才会有占有的心态；因为这个我，你才会有控制的心态；因为这个我，你才会有一个计较、不喜欢、不高兴。如果你把这个我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哪来的烦恼呢？没有了，只有欢喜快乐。所以你要懂得去念。清楚吗？听懂吗？听懂就好啊！因为有时候师父常常在听经啊，里面就讲什么也听不懂。所以今天呢，这个法门呢，非常难得。真的非常难得。当我认识了这个法门呢，我的心呢，整个心就安了。为什么安呢？因为我有一个寄托嘛，我有一个依靠，而且这个依靠可靠的，这个寄托能够可靠的。
所以非常难得。那今天呢，我就借这个共修啊，来跟大家讲讲啊，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啊，把这个信法门呐、啊，特别列出来为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们要信法门啊。我们看下面的啊，这个是偶一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特别列出来啊，让我们对这个法门要深信，不要有一丝毫的怀疑。那为什么要信法门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释迦牟尼佛啊，把这个法门，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啊，来告诉我们，而劝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也就是说深信净土念佛法门，依据佛所说的如法修行，一定能够达成往生净土的目的。你要深信、哦、你不要半途而废啊！很多人都是这个样的，念了几年呢、啊，不念了。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特别列出来呢？你看看我们的祖师大德，从第一祖初祖到第十三祖，你看个个都是通宗通教的，明心见性的，而且在净土中都称为大师。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师的称呼在佛教界里面只有释迦牟尼佛才能够称为大师的，除了释迦牟尼佛是没，是不可以的，但是在净土中都能够称为大师。为什么能够称为大师？因为他念佛了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于什么？等于成佛了，所以值得能够称为大师。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只有净土有这种的特色。你看通宗通教最后呢，专修专弘专念，来为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真的不可思议的。而且这些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三藏十二部一切给别人去悟，八万四千行，一切给众生去行，我自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比什么更重要。我们有没有去体会这一点？再加上你今天见到观世音菩萨啊，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大喜日，观世音菩萨又跟你说、哎、你好好念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七尊古佛的老师，他也是一样，没有别的，也告诉你、哎、你要好好念阿弥陀佛。连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你要念这句阿弥陀佛，连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弥陀经里面连续的四次都劝导我们，应发愿当发愿，你要相信这句阿弥陀佛，你要发愿将来离开这个世间赶快跟阿弥陀佛聚会。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嘛。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进去呢？所以真的不容易啊、哦、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来到这个世间教导众生，就是以什么为中心？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为中心，才从阿弥陀佛广度出去八万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
都是回归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那你想一想，当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等于你把八万四千法门都在里面了。你说你的福报有多大呀？师父，我有念阿弥陀佛啊，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样？脾气造就，哎呀，喜欢骂人啊，喜欢说别人啊，喜欢看别人的弱点啊，做一些啊，有时候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那怎么办呢？继续用功。那我们要如何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那要如何让一切众生能够相信这个法门呢？没有别的，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做出一个念佛的人好样子，把你的言语，把你的造作，把你的行为，你要跟阿弥陀佛是一致的。阿弥陀佛代表什么？阿弥陀佛代表善良啊。阿弥陀佛代表什么？阿弥陀佛代表慈悲喜舍啊。阿弥陀佛代表什么？关怀、爱护、不贪、不嗔、不悔，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做一个念佛的人的好样子，这个就是对自己很大的帮助。能够对自己很大的帮助，等于对能够对一切众生的帮助，起码对你的亲戚朋友，对你的亲人，对你的周围的人。如果今天你能不能把自己做出一个好样子，念佛的人的好样子，你怎么能够来帮助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先从自己做起，不要求别人，求自己。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真正念佛快乐的人，做一个念佛真正欢喜的人，做一个念佛真正得自在的人。你要这样的发愿，不要天天看别人，耳朵也不要天天去听别人，天天讲别人，哪里只是一个念佛的人。你看我们宋朝有一个老居士，非常的伟大。这个老居士叫什么名字呢？他一生呢，为了要为大众能够深信净土，让大众能够对净土能够有一个深信，哦，他自己呀、来发心。啊，这位老居士是谁呢？我们看下面。宋朝呢，有一位老居士，名叫做龙叔王龙叔老居士。他是一位国学的进士，道德学问都非常好，但是他一生留下了一本很好的书，称为叫做《龙书净土文》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啊？有没有？非常精彩耶！这一本书呢，在这个《居士传》里面有记载，而《居士传》里面都在藏在这个收录在《大藏经》不仅仅在《大藏经》，在《居士传》里面，在《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有记载。这一本书非常好哦。而且对于我们看下面的对于我们想要念佛的或者喜欢念佛的人，
发愿这一生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得要非常重视这本书，因为内容写得非常好，可以当作国文来看。你看我们的印光大师，他会称为一位祖师，一代的祖师，就是因为这一本书的影响。为什么呢？有一天呢，这个印光大师啊，把这些经书啊、经文啊出来晒的时候，哎，偶尔看到这一本书，就是净土文，龙书净土文，看了之后呢，非常非常的欢喜啊，而且非常的感动。所以从此之外，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只修净土，只念弥陀，直弘净土，后来呢，称为我们净土中一位，就是一代的祖师，啊，十三祖就是他了嘛。他非常的感动啊！你想一想，王龙书老居士，哦，他是位居士哎，印光大师是一个出家人呢。因为这个文章里面的内容非常的感动，对他起了一个很发的心，就是来修这个净土。那王龙书老居士为了要帮助我国，所以为了我国净宗啊，能够解行巨忧，就是能够让这个那个时代，就是宋朝，就是这个国家，为了大众对净土啊，对这个净土法门，对这个念佛法门，能够启发这个内心而来发愿的修行，他真的很用功。后来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后来呀，王氏临终，暂立王身啊。王氏就是指王龙书老居士，他往生是站着的啊，意志实质不生病哦。而且往生之前又告诉大家，哎，告诉这个亲戚朋友，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走了，不复相见了，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极乐世界见。而且呢，我们看下面，王龙书老居士啊，往生的当天，见了阿弥陀佛，向佛顶礼。顶了拜一拜了，然后拜完了，拿着念珠，就大声的念，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引了，然后呢，立化站着往生呢。你想一想，所以啊，这种瑞相啊，我们看下面。这种瑞相呢，我们净土中第八代祖师，就是莲池大师，非常的赞叹，说什么呢？这种立化往生的瑞相，可以说啊，照耀千古啊。所以他老人家啊，留下这一本龙书净土文啊，度了很多的众生，到现在影响很大，对我们净土中修净土法门这个范围里面影响非常大。这一本书在东林寺东林寺都非常的推广。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今天我们在雪梨
真念佛，真用功行，诶，将来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你不生病，欲知死字，然后告诉大家，诶，我要走了，阿弥陀佛来了，哦，阿弥陀佛已经到我的面前了，我们将来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诶，那你的贡献很大，诶，诶，真的很大，诶。你在这个地区，你在这个国家，你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就如同莲池大师所讲的，照耀千古啊。哦，所以你要相信啊，哦，你要做一个榜样出来，哦，给人家看，嗯，我时间到了，哎。嗯，这个寿命也到了，哎，90岁了，啊，这个90岁的时候，我要开始要表演了，啊，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该度的度，该说的多了，哎，90岁了嘛，啊，我现在啊，体力也不是很好了，哎，我要做出一个好样子，嗯，给大家看，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有，阿弥陀佛真的是有。那你对这个国家贡献那大，那就非常大了。将来大家看到你这样个样子，大家会相信，哎，念佛是真的，会带来法喜，带来快乐。啊，临终的时候又不生病，你看多好。你看现在这个社会里面，10个人晚年的时候，8个人只有时候啊。甚至于到9个人都在哪里天天看医生甚至有时候躺在什么躺在医院呢你看那个现在为什么医院越来越多哦所以师父有说啊到一个医院到一个诊所你看大排长龙啊看什么看病啊很辛苦哎、欸，真的很辛苦哎、欸。哦，等一下，最后会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真的不可思议的念佛感应故事。这个人啊，是74岁哦，他是河北人啊，他的那个肾啊，都已经烂掉了，但是因为念佛啊，长出啊新的肾出来，你想一想。有这种的感应哎，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过的，到现在这个人还有，啊，这个是昨天我们悟行师父传给我的，啊，这个文章非常的精彩啊，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出真的念佛，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压力。很多人说哎呀念佛啊不吉利啊像以前师父啊人家刚刚买了一个房子啊请我去他家里吃个饭啊我因为念佛习惯了嘛啊见到他面的时候头一句都跟他讲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但是这位居士呢啊感觉不喜欢哦又很不高兴哎师父你怎么会这样今天是我的吉日呢哎，为什么过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给死人念的吗？所以很多人呢，把它当作一种负担啊。其实呢，阿弥陀佛是梵语啊。如果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无量寿啊，无量光啊。哪一个人不想无量寿的？哪一个人不想无量光？所以啊，以后呢，也就比较蹊跷，见到人哎，无量寿。无量光都是一样的啊！如果跟我们雪梨净宗协会见到面了 啊，那就不用无量寿无量光，哎，直接了当跟他阿弥陀佛，那就了解了嘛。他不可能会骂师父的，所以现在众生很难度啊，真的太难度了。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师父上来告诉我们。佛有真念，要真修行。这句名号呢，
你才能够真正起作用。啊，清楚吗？清楚吗？哈，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要如何来深信这个法门呢？啊，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那这个法门呢，我们要怎么样？如何来信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所说的法门啊，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把它归纳起来啊，总共有84000法门。那为什么佛要讲经，然后84000法门呢？因为众生啊，我们看下面，因为众生有84000的烦恼，所以佛呢就说有84000的法门，目的就是要来对治众生的烦恼，让各个的众生这一生当中能够了生死、断烦恼，而且将来能够成佛道、证菩提。哦，目的就是这一个。所以这个84000法门没有别的，就是要来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哦，生死自在，无挂碍，无颠倒，最后能够证菩提。所谓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性无二啊。哦，但是啊，虽然法门都是好的，每一个法门都能够帮助我们成佛，但是我们看下面，我们一定要清楚，在这无量法门中，我们一定要选择我们适合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哦，魔强法弱这个时代，特别是我们业障深重的众生，啊，业障深重就是指我们呐、啊，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哪来不是业障深重的呢？你是不是业障深重？你如果不是业障深重，你还在这边念佛呢？你早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啦！啊，所以业障深重不是过分哦，但是提醒我们，我们就是业障的众生。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来修这个法门。很多人有时候问，打电话跟我说，师父，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居士哦，还好我们雪梨净宗协会没有了。他跟我说，师父，我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很了不起啊。但是呢，我们的寿命太短促了，我们没有时间啊。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福报就是无量寿嘛，你有的就是时间，你不怕。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寿命很短促哎。你看，我们大家聚会念佛的，我们的年龄有几岁呢？你想一想，我们还有几年可以还在这个世间留着？我们时间不多，顶多给你30年，能不能活到30年还不一定哎。哦，还有一个技师跟我说，师父，我要发愿发心10年，啊，共修金刚经，好不好？很好，了不起啊。但是你想一想，修金刚经的人多不多？家家都有金刚经哎，但是成就的人有没有？很少啊。六祖慧能大师
金刚经里面听了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不要说了，听一遍，你听了千遍万遍也不一定开悟。真的啊，不容易啊。还有前几天有一位南众的法师啊，刚刚出家不久，打电话问我师父，这个我想要修不净观啊，师父以前有修这个法门，很难修哎。我说可以啊，但是你要小心点，不要被迷了，一迷了啊，走火入魔了。不容易修啊，不要浪费时间。哦，那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法门呢？我们看下面的。啊，所以藕益大师啊，为什么要我们深信这个法门呢？要我们深信念佛呢？啊，让我们不要有一丝毫的怀疑。这个法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对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每天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对众生的服务，那这个法门呢？藕益大师告诉我们，它有三种的特殊，它有三种特别无比的殊胜，而种这个殊胜的意义虽然很多。但是，简要的说呢，总不出下面的三个。哦，而这个在一切法门是没有的，唯独在净土才有。所以今天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这么注重这个法门？因为他。非常的特殊，跟其他的法门是没有的。它的特殊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一个，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啊，立顿经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法门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性，哦，都能够修上上根的这些有圆满的智慧固然能修，但是钝根的人也一样可以修。无论你什么样的根性，你下下根也好，你中下根也罢，你上上根也好，一切。都能够修的，所以啊，藕益大师说得好，我们看下面：上上根不能逾其捆，下下根亦能争其欲啊！逾就是超越的意思，争就是讲能够达成，达到什么样呢？欲就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上上根的这些有大智慧的人，他不能超出这个法门，但是下下愚的人也能够修这个法门，而且最后也能够入道，也能够成就。你看。海贤老上不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一生没有读过一半部经，一生没有讲过经。出家之后，老师交代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90多年从来不动摇，从来不改变。他的修行比任何人更成就。那个是讲到海贤老和尚，还有更下下根的人也有啊。我们也不能算说下下根的啦，哦，我们起码在中等的啊，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也不是在上，也不是在下，哎，我们在中等。但是最中等的人呢、啊，最难度的，真的、啊，在中等的人是最难度的，下下根的人、容易度。你看那个清朝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清朝有一位居士姓王，啊，人家称呼他叫王呆头，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呢？王呆头啊，为什么称为他王呆头呢？因为他是一个傻傻的，啊，人家怎么骂他？怎么讲他，侮辱他，啊，或者甚至于来批评他，或者甚至于来伤害他，他都是笑嘻嘻的，笑哈哈的，从来呀、啊，也不会跟人家发脾气，也从来不会跟人家计较，甚至于人家给他钱，他也不懂用。所以啊，有时候想一想，哎，像这个王带头也有好处，哎。而傻人有傻的福气呀、啊！你看我们为什么喜欢发脾气啊？喜欢不高兴这一个，不高兴那一个。哦，听到一句你不喜欢的话，你会起了一个讨厌的啊。看到人家来批评你啊，伤害你，你会起了一个厌恨的心。你看王呆头啊，人家怎么对待他？哎，他也不会不高兴，哎，都是笑眯眯的，也不会跟人家计较。你说，哦，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辛苦？因为你眼睛所看到的，计较到哪里？哦，所以你会活得很辛苦啊！哎，你看王带头还不会，你这怎么骂他？怎么说他？哎，啊，笑哈哈的。所以以后啊，如果有人骂你的时候，或者人家批评你的时候，哎，你像王带头那样，哎，笑哈哈的。笑眯眯的，你念佛成就了啦。哦，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会有遇到这样的因缘，或者人家讲你坏话，或者人家批评你，或者人家被你的老公啊，或者被你的像太太啊嫌弃，或者对你的儿女哦，种种的，嗯，你像那个王太婆那样，哎，笑眯眯的，没事。真的没事，哦，很多事的，就是喜欢计较的，哦。那有一天呢，因为他这样的生活很辛苦啊，这个成道人呢、啊，有一位姓陈叫成道人，把他带到回家，那每天给他工作啊，做什么呢？打扫、砍柴、剪柴，然后晚上呢，一支香念佛，至少要100拜。但是王呆头啊，他有一个弱点，什么弱点？他的记忆力很差，所以每一次念阿弥陀佛呢，前面南无记起来，哎，下面的阿弥陀佛忘记了，下面的阿弥陀佛记起来，哎，前面的南无就忘了，所以一念一念，不知不觉常常这样，哎，睡着了，哎，打呼噜，所以在这个成道人呐、啊，每一次看到这样啊，常常拿什么呢？长竹竿，啊，每一次睡觉用这个长竹竿呢、啊、去打他，而且又骂他，怎么骂他呢？长得这么笨呢、啊，还不好好用功，还不好好念佛，还打瞌睡。哇，如果今天呢、啊，师父哈、哦、来骂你们呢、啊，我相信哦。明天不来上纲了，明天不来共修了，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今天如果我讲了几句话，啊，说你们，啊，怎么样怎么样，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不高兴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这个佛堂，常常啊，没有把出发心呢、啊？啊，放在他的修行上。如果我们来到这个道场，哎，我是来修行的。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境界，你不会被这些
而不高兴，甚至于你可能会高，哎，我感谢你，有你，你也成就我。哦，如果这样的道场，你想一想，这个道风，这个邪风会带动起来，那将来这个道场会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来到一个道场呢，是要来修行的，不是要来搞名闻利养的，是要来为大众服务的。你要用这种心来带动，哦，不要动不动啊不高兴这个不高兴那一个，哦，我们要发心，你要记得，哦，一切在境界当中都是在考验，都是在提升自己的境界，哦，哎，王呆陀呢，天天就是这个样的，没想到呢，经过时间，大概几年。3年，那有一天呢、啊，这个王呆陀啊，突然间呢、啊，笑了很大声，然后他的师父啊，陈道人呢、啊，突然间呢、啊，听到这个王呆陀笑了这么大声的时候呢，赶快啊，拿着这个长竹竿呢、啊，又冲进去，又开始要打这个王呆陀的时候，哎，王呆陀那个时候就告诉他的师父，他说：“师父，今天你不可以打我了。”哦，以前呢，你天天打我没关系，你是老师为我好，但是今天你不能再打了。哎，这个陈道人呢，很奇怪，很纳闷。哎，今天我的徒弟有点不一样哦，讲话一刻态度啊，哎，心态也不一样。他就问他为什么呢？这个王呆陀啊，直截了当就告诉他的师父，他说师父啊。你苦做了18年呢，今天如果你像我这样拜佛、老实听话，你早就去见佛了啦，你还在这个世间呢。你看他的师父啊，听了这句话，整个人啊他就呆了，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听不懂啊。你想想，18年呢，有没有成就？没有啊。王呆陀3年就大成就啊！讲完隔天往山上站着，欲知此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火化出来有很多舍利子，这个是发生在清朝，这个叫做什么呢？真修行啊！啊，所以呢，藕益大师啊告诉我们，我们看下面。所以藕益大师告诉我们呢、啊，这个法门是若智若愚，彼有份，是男是女总堪修啊。什么意思呢？啊，无论你是男女老少，无论你是有一个上上跟大智慧的人，乃至一番一夫一妇的，都能够修这个法门。什么样的根性，无论是什么样的，像王呆陀那一样都能够成就，那我相信你们也会更成就了吧。王呆陀都能够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你说呢？那为什么呢？很简单嘛，是不是？你看下面，为什么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四字阿弥陀佛，你会不会念？会不会啊？会嘛？哦，很简单嘛，很容易嘛，很方便，顺口都能够念出来，也不用去背，也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很简单。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连3岁的小孩都能够念了。很简单，但是，虽然这6字这一句名号，连3岁小孩都会念，不过要把它这一句名号啊念到啊纯净纯善，
而能够念到清净心，一心不乱了，80岁的老翁也不一定能够修得好，未必修得好，是不是呢？啊、哦，你想一想，多少人呢？这句名号很简单了、啊，3岁小孩都会念了、啊，但是80岁的老不一定能够修得好哎。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很普遍，念佛的人很多，那成就的人很少？什么原因？不要说外面了，说我们自己了。我们是不是属于80岁的老翁呢？不是啊，哦，我们不一定能够修得好。哦，你看人家一般念佛3年5载都能够成就了，我们呢，30年也不一定成就。哦，其实呢。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我们看下面。所以印光大师啊讲得好啊，下所易呀、啊、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数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很容易，但是成就的功行都非常高，用力。啊，就是说不必用很大的力量来修，但是所得的好处而效果都非常快，在其他的法门是找不到的。这个是印光大师再次告诉我们，这个快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生死的自在，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而究竟涅槃，就是说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成佛果，非常快的。唯独在这个法门，在其他法门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大乘经里面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念佛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太简单太容易了，方便行住坐卧，只要你能够提起这个正念，个个都能够成就的，每个人都能够成就的。哦，只要你能够提起这个正念，你正念，你正修，要如何念佛得到效果的信数呢？我们看下面。所以藕益大师告诉我们，至诚恳切，认真的念，老实的听话，个个一定能够成就，达到获得很大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就是什么呢？得一心不乱，断烦恼，证菩提呀、啊。就是说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比这个更好了。因为人总有一天在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有生必有死，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会苦？因为你没办法主宰啊，你没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比如说你不想死，哎，避免不了；你不想老，哎，又老不了，没办法了。所以我相信呢，你们会有成就的，我对你们有信心。啊，将来我们能够同生极乐国，亲近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永远永远平安。居乐在极乐世界，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啊？要有这个信心哦，将来啊，我们能够同生极乐国，
亲近阿弥陀佛比什么更好。我们这个世间呢很麻烦，太多的事情太多了最近师父看到一些很多文章这个世道真的很乱我们澳大利亚虽然环境好，但是关键在人事。如果这个人事没有改善这个环境要随着这个人事的变化，你说呢？以前不是说吗，澳大利亚是我们地球上一块净土，但是这个人心不改善的话，你想一想将来这个环境会变成怎么样的？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无尽的庄严，无尽的美好，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人人皆是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善人，所以而舍显出来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美好。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显出来都是这个样的？随着我们的正报都在变化，随着我们的人心都在变化。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同修大德，只要明白念佛的意义，依法专修，我们一定能够成就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藕益大师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念佛第一个的特殊，第一个的殊胜，就是三根普被立顿全说的原因。那我们一定要相信。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今天呢，简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祝大家能够好好用功，好好念佛因为非常难得嘛，大家能够聚会念佛，聚会一处，然后来学习佛法。最后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锁定了，那个比什么更重要的海贤老丈常常讲，啥都是假的，在这个世上什么都是假的，万般将不去，只有业才能够随身所以你把这个业要修什么样的业呢？修净业。什么叫做净业？你的心要常常什么呢？清净清净心很重要善也好，恶也罢，你要保持那个心要清净，那个比什么更重要今天呢，简单跟大家分享祝大家六十吉祥，祝大家老实，祝大家听话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如果有一些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